主料，豆腐四分之一块，牛奶一袋，辅料，蔬菜和糖1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准备豆腐、牛奶、核桃或其他坚果。豆腐我用热水煮了一下，把水分挤掉，放凉，把豆腐放在牛奶杯里，再把核桃仁放进去，用搅拌器打碎搅匀。OK， 刚打出来的汁儿会有一些浮沫，可用勺子舀出，随意。烹饪技巧，因为这个汁没有放其他调味品，可备点其他小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